隨時起步。好，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嘛，外面人心聲均達得啊，內欄米哲紫荊歡呼啊，中間就好好分啦、啊，粉紅帽嚟嘅，咁啊再見到第五位就君志成啊，第六位綠色衫潮州精神，出面英雄本色啊，藍衫咁啊，大約跟住個第八度咧就手機標霸，內欄綠衫衝上雲霄啊，馬林中間大約尾五就爆笑啦，尾四時尚歡欣啊，尾三啊鐵金剛啦，出閘唔算好快向尾三嘅，後面兩匹馬黑衫係威之星啊，暫時墊後粉紅眼罩特別美麗嚟。好啦，咁啊转紧呢个咧就是、香港体育院湾啊，前面放啊嘛，系人心声啊，君达德就外边嘅弟子啊，第三位好好分啦、啊，第四位外边当呢个英雄本色啊，内栏第五仲有紫荊欢呼啊，中间第六位咧仲有君志成啊，第七位绿色衫潮州精神，全部冷门响晒前面啊，再后边嘅马啦，马林中间蓝衫蓝帽手机标霸，跟住佢后边绿衫攞出去咧有铁金刚，外边追爆笑，最出嗰边时尚欢欣同埋特别美丽啊，最后三百啦，人心声咧仲系占先半个身位嘅，见到外边咧潮州精神上紧嚟，咁啊再见到马林中间手机标霸咧就跟住潮州精神上，外边铁金刚一边一尾就封住佢啊，再喺入边位置仲有紫荊欢呼，最后一百米到啦，人心声都好有机会放到噶啦，潮州精神响呢个第二位，第三咧相当近啦，手机标霸似乎都有第三嘅，第四名咧就紫荊欢呼、君达德同埋外边。铁金刚特别美丽啊！结果今场赛事放嘅马原来是人心胜，一放到底，潮州精神顺其自然跑咁样都第二啦。第三呢，手机标霸，第四名君达德响中间，入边紫荊欢呼，出边铁金刚，最出粉红眼罩特别美丽，几只马近。结果尾场赛事方家柏啊，呢只人心胜咁啊上到嚟三班加个眼罩到啊杨明伦。潮州精神巴度叫唔到三宝啦，咁啊跑个第二啦，第三名手机标吧，第四要影相啊！哦，入到直路，阿潘顿一路想封阿布文咁，好啦，睇翻巡逻影片，排个十一档起步，人心声一起步就好快啊！杨明伦呢度松几步，阵间都摆到喺前面走啊！隔篱就君达德啦，跟住就有只英雄本色，数翻后边啦，好好分都沿路有啲斗口啊！三叠潮州精神啦，时尚欢欣啊，唔放头啊，拖啊拖啊拖到去尾二嗰度啊！跟住有只君志成啦，紫荊欢呼手机标霸爆笑，铁金刚跟住手机标霸，跟住又冲上云霄啦，特别美丽包晒尾威之星，人心声排到嚟啦！但前面嗰堆啲好好分，你睇下好抢口嘅。入边系紫荊欢呼啦，悭晒包厢位。潮州精神啊，走咗个三碟。佢又俾嗰只君志成沿途顶啊！手机标霸就尾六到啦，后边系铁金刚。金刚位就后啦，跟住手机标霸尾四、尾三仔。啊，又冇谂过时尚欢欣系嗰啲位啊！系啊，佢拖到去后边追、啊。今日呢个系统都冇乜掣，因为嗰度就系佢形成都有啲逼劫噶，搞到爆笑同只铁金刚碰撞。呢度都冰冰冰啊，一对大热炽热啊，崩到咯，要三马啦，已经。波纹啊，赚出嚟嘅。不过今日个跑道你话咁迟先追啊，好难啊！追翻个 pay 叫做几叻，一塔正手边都打唔到。咁、外面啦，特